Vincent! Vincent! 你看，烤了什么？哇，好香啊！要不要试一个？嗯，来。怎么样？嗯，好吃。<笑>真没看出来你对小朋友还挺耐心的。其实我很喜欢小朋友的，不管是多大的小朋友，我都把他当朋友，所以他们愿意跟我亲近，是吧，Vincent？ 先生，你刚画什么了？能给我看看吗？来看一看。哇哦！哇，很棒很棒！如果在这里有我们三个人，那就是 perfect。<笑>你要是不拿这幅画交作业的话，我真想让你把它送给我。等我交完作业，也可以送给你啊！真的吗？真的，太好了。 你为什么要这幅画？嗯，我就是觉得小朋友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很有趣，很单纯，干净。虽然大家现在都很喜欢用手机拍照片，可是我还是喜欢这种用画笔勾勒出来的世界，它很生动，也很真实，非常有质感。 其实你微笑的样子真的很美。